就不小心的。快猜！哎，八点了。喂，对，八点了，八点喂啊！我要看容量。开了，开了。啊，容量还够，可以。啊，不够了，赶快清。啊，不够，赶快删啊，不然会爆炸。啊，不够。该不会我网络又爆炸吧？你说你今天吗？我不知道，现在进来，我东西都还没回来。好，好棒哦！你看，又来了，我剩半颗心哎，请问。等一下，赶快去找没？没看到你上线啊？嗯，我没看到。哦，有看到你上线，马上断线，断线，断线。你知道我等一下会瞬间剩下半颗星哦？哎，你我看你，对我看你是半颗星，我帮你叫回来，帮你叫回来，帮你叫回来。我刚好被什么？你刚刚上去补血吧？蜘蛛咬到啊？摸你一下吗？不要，都被打击。那你要给我，你要丢一颗钻石？不要，花一个钻石帮你补血。不要啊，好痛、啊，感觉很痛。哇、啊，就跟那个啊，啊，我又没椅子了，没椅子？啊，你打掉了，还没修，哦、还没修啦。你今天说，坐后面。你要填报那个啊，报修单啊，去申请。没填报修单，坐着。坐后面。哇，这是董事长的位置哎、欸，后面的椅子给拆了。真的哎，不要乱猜哦！哎呦，当时定为威呢？对啊，你赶快过来啊！单战力哦，你去哪里啊？哟，他刚刚回家，我干嘛？你回家干嘛？到底有什么回家？对啊，回家干嘛？你回家干嘛？哎，打他会痛啊！他刺猬啊！刺猬，没事，他是会辣的酱油啊，打了你自己会辣。会辣，很辣很辣。你叫我打酱油，大概等三秒之后才会有反伤，你知道吗？真的假的？哇，天哪！你今天网络怎么了？哎，你们三个，你们三个不太行哦。其实我现在看是央，就刚好你们坐后面的这三个。哪三个 ？L 型，愿意坐前面吗？愿意坐前面？前面没椅子啊！啊，不是，就你，我也不想。嗯，为什么酱油的后椅子后面有物品展示框？就不知道谁放的啊，那个都不知道谁放。我的后面也有啊，但是我的是放我的头，你是放你的头啊。而且你是不是偷了把手啊？偷很久了。哎，我哪有啊？偷很久了，不见很久。那为什么我那边没有物品展示馆？你说啊。完了，完了。哦，你把人家把手上面拔下来是不是？这椅子是怎样？这椅子越来越可怜哎、欸，白痴哦、喔！被拆光光哎、欸，被拆光光哎、欸！哎、欸，对啊，都不想说了。跑到那里去啊？啊，他就是你没椅子 啊, 啊！你有没有在听啊？他没椅子是因为这个人在那边乱拆椅子。老师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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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校长来了。来啊，同学，今天自由活动。耶！哎，讲完了吗？讲完了，讲完了，讲完了。可以开砍了吗？同学，请刚重复一下我刚刚说的那句话。哎，你知道我刚刚就属于就是上课上到一半，下课钟响了，我就站起来，就老师说还没下课哦。他就坐下来的那个吗？对，再坐下来，我还没下课，还没下课。奖励啊，对，来发奖励哦，奖励。然后任务区多了三个重复任务，然后自己解完就那周就不能再解那次。哦，看到了，然后就不要打掉，嘿，自己解完就自己打。哦，十只古力帕，十只骷髅，十只僵尸。哦，然后跟各位讲一下啊，我们之后的那个每周上线给二十颗，这个应该会取消掉喽。好，就改在每周任务这样。该是心动，你要去打怪这样子。对，好，这是最后一次领这个了。可恶！以后就不能白领了，不能耍废了。对，哎，这两只上面那两只都有烟，上面那两只抽烟。我烟抽烟抽烟抽烟，我嘞，去吧，你们去吧，去吧。完了，我下不去。我觉得尤其是杰克会最想要去。我看到卡了，我下不去。我飞了，我走啊！我去哪里了？哎，我都很远了。我只是想下楼。卡了，下耶！我
砍你，不要拿头，两个真的死，两个真的死，砍死你。我要拿头，我是头卡的呀，完蛋了。好，完了，我也卡。三十九，完了，南部都卡，没有啊？我没有在南部，小雨在南部啊，没有啊。啊，台北以南是不是？对啊，台北以南啊，台北以南就是南部了。哦，是哎、欸，这里面的杰克，哇，杰克怪怪的、啊，杰克你的 pose 不错、啊哦、里面好像没有加那个上，就是我下不去，完了，我要杰克要摔死，我要自由落体，我要自由落体了。不会啊，你上线马上批评你，里面有放我买的了、哦。好，我也放了，就我跟小雨，我也放了，还有酱油，对对对，啊下去了，嗯，三组 A 小，然后自由落体了吗？我现在看我，我你是刚刚在哪边？你死不了了哦 ，PP 过来了啦，不用怕，不用怕，不用怕，啊啊啊！你怎么这么坏啊？想看他摔死，爸爸，不行，我觉得网络好像又爆了。为什么啊？为什么啊？好奇怪、欸！开，重开拉面看看，重开拉面，还是你们重开看看？重开拉面，嗯，对啊，因为好像你们三个都爆炸，对不对？嗯，对，嗯，我现在领回来了。你们三个都蹦蹦蹦啊！真的，小雨的状况好像有好一点。看到尾带哦，我就是偶尔会卡一下，然后又损一下，又卡一下，好开哦。我要打酱油，大概三秒后才会恢复。打酱油，打酱油是一个基准，是不是？啊，酱油是测试。蓝心借我测试，测什么？pin。好啊。哦，好，好，好，现在是大概是零点多少了？现在看起来正常，现在啊，干嘛？他那个，他那个，他那个。哦，你那个是不是？对。啊，哎、欸，我的这三个怎么又被拿走了 ？Lucky number one。我跟你讲、啊，那个什么幸运几号，我都已经不信了，我很难过。我都随便随便选，都没中过，随便打回了。我现在都是啊，随便按按的。等一下了，这为什么居然都掉出来了？哦，哈那个是那个旧的，那是旧的，旧的。我捡到了。哦，你买的是哪一个？等一下，我买了88跟38，八十八，八十八。88对啊，我啊，我重开了，我直接去消灭这些多的卷好了啦。我要去消灭怪兽了。那我要去，要等晚上啊，不要1万有生怪砖啊、哦。我也要去1万个排队。哎、欸，不用，我不用去1万个。想到你不是要盖墓园吗？对，就我要去挖地下，所以我挖地下就好了。我要去1万个了，大家拜。八，嗯，八，我有，ARO 哇！哎、欸，我现在是断崖耶！我这是真的断崖还是假的断崖呀、啊？可能是真的吧。希望你死在外面。哦哦哟呀！你怎么这样？哦，对我不能这样对你。我要讲一下怎么讲哦。你要来修饰一下你的言语。嗯。可以对我温柔点吗？祝福你死在外面。没有。你要说祝福你中秋节快乐你应该是要自我走路不跌倒，跌倒不撞树，撞树不头痛，头痛不流血吧？哇，太多了，太多了，记不起来祝福这么多。对啊，我觉得就祝福你吃每一颗那个凤凰酥都没有蛋黄好了。哦，不会噎到啊，这样也好了，好不好？堪比上厕所没卫生纸哎、欸，堪比上厕所没卫生纸。嗯，看一下，感谢林奈的超级留言，感谢米娅的超级留言。哎呦，我快卖了，哎呦，哎呦，请问盾牌有耐久了吗？啊、哦，还没有。那我都不要用团团来格挡了。啊？团团盾牌、啊、有修补啊？有修补啊？你可以用修补啊？对啊，你不是打副本，其实奈。盾牌很耐打呢，
啊是啊，对啊，嗯、啊是啊、哦，是啊，真的、啊，是啊，是啊，是啊，那我是不是应该买一本修补？为什么？你刚讲起来，然后对，我要去你家喽。没有。来啊，你来，你来看看啦、啊，你再来看看啦、啊。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来，你来，哎，来，你来。家还是准备好看过。为什么我家前面那个有一棵树秃了？那个上面的树叶呢？不知道，失踪的树叶，我看到。为什么？谁啊？为什么这个谁？他头顶秃了。人家可能变落叶啦、啊，变成养分了，它很快就会长出新的树叶。这个树是什么？不要等缺树叶啊，乱乱呀，坏坏、啊，好坏哦，哦，我帮他执法，执法，执法，下执一下。我猜是酱油。变换造型啊啊啊啊！是我吗？你有想要树叶过吗？你有想、啊、你有想过要植发吗？你想过要植发？哦耶！你要植发？之前呢、啊，就是之前我不是被剪成一条小丸子吗？哦、嗯，然后我就狠狠的瞪了那个帮我剪头发的人，离开了店面以后，我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查接发多少钱。很贵、欸，接发蛮贵，接发很贵，接发对啊，很贵，太贵了。而且他接发的话，他有个很不好的地方，就是你原本的头发可能会断掉，对啊，这个技术吧，这个就是对吧？接发头发很重啊，嗯，好恐怖哦，嗯，我又喷出去了，杰克还好吗？不是拉面重开之后就好一点，不是拉面重开还是一样，是刚刚又好一点，现在又不行了。你是种花的吗？好像不是嘛，不是，对不对，我是种花旗下的植发的。哦，种草的，种草植发。我也是种花的。我跟你们说，因为他不是有个固定 IP 跟浮动 IP 吗？啊，我浮动 IP 已经4K 没网路了。啊？真的，我固定 IP 已经4K 没网路了，然后我的浮动。然后我哎不对，反了，我浮动 IP 今天没网路了，在什么网路好不好？对啊，想好了没？想好了？想好还是你要回去拨接？我想好了。叮当，那个，就是我浮动 IP 已经4K没网路了，可是我固定 IP 可以连。好神秘哦，就是你要打电话去，对吧？打电话要打电话跟他讲，我要打电话，他就跟我说，我网络没问题，帮你重整哦。重整后我还是没网络，我就跟他说，可是我固定 IP 可以连的。他说，那你连固定 IP 啦。对啊，你知道那种就是你就要凶他，不然他都不想理你啊。对，小雨很有经验。对啊。我之前那时候大学要弄网络的时候，就是他一开始就说，我们那个三个工作天会去帮你弄哦，然后等三天之后完全没有消息，然后我就打电话去问，他说，我们那个就是最近比较忙，我们要10天之内才有办法去帮你弄哦，然后我就想要10天问号，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那时候就发文抱怨，然后我朋友就帮我打电话去骂，然后他就打电话说，不好意思，那我们如果今天下午去帮你装可以吗？马上变下午，对呀、啊，就很扯哦。那个真的好厉害，你朋友好厉害。你知道，因为我们之前的工作室网络不是也出问题吗？嗯，然后我每次讲一讲讲讲一半，就直接找旁边求救，电话给你，然后他直接就开骂。哦，好可怕哦！他讲话是，他不是，他是有会很，就是你旁边在听，你会觉得他很凶，但他其实是好好讲。他说、你们那个问题真的严重，你们再不来用，我们真的我们做事没有办法用啊。然后就这口气就很怕，就觉得他8+9，你知道吗？他是啊。超可怕的！我还在旁边的眼神示意，你温柔一点，凶一点，凶一点，凶一点，快点，你凶一点，妈妈都哭，妈妈都快点好，妈妈都哭。再告诉他，妈咪一个男人只骂这样，大声一点，用力一点，用力一点，听不见，西乌瓦派，听不见是怎样？他听不见你在骂什么，用力一点，大声一点，让他知道你。好可怕，好可怕。大家大声点，听不见，快，听不见，看不见，我听到你骂他。哦，太凶了！隔两条街还要听到你骂他，大声点！隔两条街，呼呼骂街吧。没有，可是你知道，我真的是有快要解到这个成就哎、欸，就是我之前不是骂人，是笑笑声，
就在我舅家那边，就是应该不说舅家，就是在我就是我以前住家里嘛，那个家里就是我妈就跟我有一天跟我讲说，哎、我刚晚上去跟我妹散步啊，然后呢，结果呢就是走到那个巷口啊，啊就都听到人家啊，然后我说屁啦，真的假的？因为我们家离巷口其实还蛮远的，就在大概中间隔大概四五间吧。然后我就会听到，好丢脸啊！我们今天没掉零头可以打喽，没有去哦。好，你带我去好了，我去看一下长怎样。没有，再用一把武器就好了啦。哦，反正我是觉得很扯，就对了。超夸张！我这个速度很快，我跟他说我没网络，他直接跟我说后天就可以帮你来看了。可是问题是他来的时候我就有网络了呀。啊？根本就很奇怪啊！哦就是、你说你的固定 IP 就 突然有网络了这样？对啊，他是紧急帮我维修是不是？哎，可是我也不错啊，我这里也会这样之后。就是他来了，人来了，然后要准备看问题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哎，什么都好了，没问题啦。人一走的时候，那网络又烂了。对，网络烂了，好奇怪。你要检查一下那个维修人员包外面是放乖乖。一下就乖乖了。我记得我之前就是都会闪退，这个闪退就是其实不太明显，可是如果你有在传影片啊、玩游戏，就会很明显，因为他闪退的一瞬间，你就会断线，你的影片就会传送失败。然后我跟他讲，就来看，然后他就在我电脑面前坐三十分钟都没有闪退，他走出去十分钟后，我开始闪退了。我傻眼，你知道吗？还有气场，还有光圈，他腰带上有 WiFi 啊。腰带上，哦，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他可能接的不是家里的网路，是他那个自己带的网路，所以就没事。傻眼，然后其实我后面他帮我换的，他帮我换了六个那个。六个数字机，这很奇异，很奇异。干嘛？你干嘛吧？你那什么叫声？空中僵尸。你看那叫声在干嘛？笑死！ Oh my god！ 笑音背景音。好哦，我的天，他帮我打这个弓箭手，杰克，我要不要重开数据机啊？数据机哦，好，弓箭不是好重开好就好了？没有是 DC，、啊、Michael 我不知道，可以试看。好，去开小雨跟那个好了吗？我看洋洋是好了、啊，但小雨好像还是我偶尔还是会卡，我还是会卡哎、欸，我虽然是五杠，但还是卡。哦、真的假的？这个骗的，那个不，我觉得我是跟你们那边网络冲到、嗯，真的假的？因为玩其他游戏的时候也是会卡。欸、村民僵尸算僵尸吗？抱歉，村民僵尸，办任务的僵尸吗？算吧，算吧，算吧，只要是就可以了吧？我以为他是要 take 完全一样，没事，这样打一打就好。因为玩那个僵尸跟玩 ARK 都会卡。就是只要我们这边开影都会卡，对、啊，我昨天玩也卡，因为他们点也是会卡、哦。到底是什么问题？刚好冲到了一把，刚好冲到，哦，蓝兽 QQ 了，跳，我说跳，不是跳。哦，好好好，跳，有，嗯，去拜拜。海蓝晶体那个怎么做？那个要去那个啊，打跳跳。对，要跳跳。我们现在没有那个专门产跳跳的，所以就是只能打野外的。嗯嗯。好，感受到我要掉线喽，我在地板上。我在地板上滑行哦，在地板哦，对，我在地板上滑的哦，尴尬喽，尴尬了，嗯，哎，顺回来了，那就没事。小雨上礼拜有吗？上礼拜我记得前几个礼拜也是会突然卡一下，嗯嗯，哎呦喂，上不去，
会有掉苦力怕的、欸、对啊，你的补充奶都上不去啊，这几率骗人的吧，这我帮你解假的，这才是真的吧，帮你点啦，花别人钱最爽，我要来，人家都有代抽，我要代充，代充没钱的啦，啊，你没钱了，好吧，我其实也是没钱的，哎、欸，这样不是有开始开放借贷吗？哦，对哦，他是上一次中是不是？酱油，你不是一直想要当高利贷？人嘞？不见了！哇，去放贷了吗？完了！他去放贷了！放贷了！他感谢礼物吧？哦，要跳了，有可能。你那个是我海参宝宝？没有海参宝宝，没有了，海参宝宝结束了。现在换什么？现在换什么？这我不知道现在什么。哈？哪尼我不知道现在什么，还好他断线了，刚有红鱼在咬他，还好你断了，对啊，我被咬了一口之后我就想要先断，是 死亡之咬，而且是咬掉两个人，咬就这样吧，比较顺的，比较顺的。我回杆终于不会0.5秒之后才看到他回出去了，这样痛苦了。耶、yeah, ，应该打完了，我可以去过世了。嗷、欸！完了，我狂断，完了，那个完了。你看，多开关几次那个拉米，我刚看一下你的拉米是如何。南部网络，南部网络。刚刚是会满了，然后又掉到一格，然后又满又掉一格。对，我看小雨现在是满格。对，现在是满。我不知道我是哪一个。哪有、哦？这个吧。你看你的 ID 是哪一个啊？什么都不知道是哪一个？哪有？你怎么了？我的一杰克在南北哦。好、哦。哦。所以我才会卡成这样。完了。哭了。就跟你说要有爱大家，让我去重开那个哈马奇，不是哈马奇拉面。好，现在吗？等一下、哦，这是大家都要断了。嗯，我自己先优先断，我自己断。降落中，降落中，降落中，降落中。好吧，断一下，技术性断线，技术性看广告，多看两下，技术性断线。看广告，看广告，搞爆起来！哈皮索的礼物还没领完，我来领个礼物好了。哦，好。哈皮索好像领的都还没开箱。没有啦，拉面加入了。拉面段我们不，我们直播不会打。神秘哎，谢林进来了，这个是重整过还是还没重整啊？不知道，我再等一下吧，等他说 happy 手。反正我就哦，重整过的，他听到我说话了，重整过的，所以可以进来了。我进来了，进来了。等我领完这个礼物，快了快了，我剩一个箱。严正，哈。完了，哪个是哪个？嗯，哎、欸、靠呀！哎、欸，是，哎，啊，啊，重整。哦，您刚刚肚子有点饿嘛，洋洋？嗯，对对，饿了饿了，该吃饭了。我又要跑回去了。我、哦、还是不行哎，你刚。看来，我要跑回去。不开心，不开心。要爆炸了！我今天在磨地板。哎、欸，我也是啊！
我这里哇，那不然我想办法用直接用我这个单机开看看，这样子打卡搬过去、欸，对啊，他们太麻烦了，分钟吧。好啊、嗯，好吧。那那个，我们是不是要先把身上的东西放在那个啊，空间箱子啊？不然会不会等一下就被盖掉？对，有可能。放一下吧。放什么箱子？先就放在麦块的都存起来。对对对，箱子、啊。对对，我在我在地狱等我一下。我在废矿等我一下。好，谢谢大家。在中间箱可以吧？嗯，中间箱可以啊。大家，我回来了。然后我箱可以，我立马做箱子。中间箱，中间箱不好吧？啊，中间箱不好啦，一般的箱子啊，一般的箱子比较好。中间箱，中间箱算个人的哦。嗯，因为它可能是个人资料会洗掉，所以放一般的箱子。哦，我要再做个箱箱。不是你。我刚才想说我的铁人塔是不是坏掉了，是不会升。哎、欸，我想到一个问题，太卡了，我现在在废矿、嗯，如果等下回来我在废矿，我就永远找不到我的东西了。那你要帮我回来，你就赶快回来啊！回家里啊，东西拿了回家。来，再等一下，等一下。哎，你不用怕，你现在打开 F 3我教你记坐标。可是我不会飞回来啊。你用走的啊，不用飞的啊。一万有点远，一万有点远。直接东西拿一拿，飞回来比较快。对啊，你直接飞回来嘛。啊，那我非常开心。耶、yeah! ！我在哪？我是谁？哦，好了好了，有了。你不要给我死在上面哦！我警告你，你给我下来一点哦。你死在上面，我要回去再拿锹子。拜托你下来一点。有了，我身上空的了。来来，我家有妹妹，我家有妹妹，等我一下，我家偏远地区哈，我家偏远。好，你快跑，你快跑。耶、yeah! ！我放到一半断掉，等到喜能死了。我看到小友跑进来了。对啊，我想说要等一下，我就来看一下。我继续开我的箱。不知道。箱开完了。广告了。等一下。那我在做使者，怎么没有一整圈可以领那个？海皮手月中了哎、欸，哇，对啊，海皮手领一下，贼是杀手，已经好久没领了、欸，哇，好久没领。哎、欸，我可以送礼物给朋友哎、欸。哎呦，哦对啊，他隔壁这个可以。哦，看一下，我想问一下麦块的旗帜。有一个新的图案是地球、哦，哎、欸，这个好像是新的哎、欸。好、哦，我收到一个礼物，小雨的。对啊，我想说刚好有。这哪里可以领啊？就那个应该是礼物仓库吧。七个礼物。哦。就像开箱而已。开箱这个。嗯。哦。给你朋友收这里吗？哦，有哎、欸，三个，但是圣诞节的箱子，好久以前的了。我有一个 holiday， 超久。有三个哦，这是送，哎、欸，所以我收到礼物是在已获得两个礼物，是个吗？是。你每个月的那个礼物对不对？我不知道，我刚看到他就说什么你有三个礼物，然后就把它送出去。好、哦，所以结果你是送出去你哦有你那个月的吗？有啊，直接就有那个神秘礼物了。哦，就开箱那边直接就八七，你知道吗？我开了这么久，现在发现我们可以一口气开哎、欸，我现在发现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开八七，我还在那边一个一个慢慢点，不知道在干嘛。啊！我有一个 holiday gift， 然后还有那种一般箱子五个的哎，一个都可以送哎、嗯。你是不是喜欢单抽啊？没有，单抽累死了，要抽直接十连抽啦。他一个单抽，他不是一次他可以二十连抽，二十颗啊，二十连啊，二十五十吧，我记得好像是。我二十连抽，我拿这给你，二十抽，有收到东西吗？有啊啊，这个。等下开的方式也太神秘了吧！啵啵啵，冲刺珍珠票，已送出了一箱。
嘣。哎，可是他少于十个，就只能还是一个慢慢开。对啊，就等一个啊。啊，你不抽又没有了，好哀伤哦。哦，有人被踢出大厅，因为用外挂。哇哦，我第一次看到有在哪里啊？我想大快人心。在杀手防到他们。我的系统讯息这里跳出一个，一名玩家因为开外挂或滥用功能而被踢出你所在的大厅。哇哦，好爽哦！好爽，真的爽。因为我听说 Happy 手有一些变外挂，其实也蛮怪的。对啊，他有时候会乱锁人啊。我以前也被误变过啊，我根本就没在玩。我之前根本就没在玩的时候也被编过。哎呀，开完了，开完了，没事做了。那我要去一个谁是杀手？对，来玩一下，玩一下。反正在等他进哦。那我也要去一个谁是杀手？对，会不会送到？谁是杀手一场？你们是点单经典还是双倍？我已经开了单人。啥？哦，好了，帮我把侦探的号一号。哦，我不想当。谁是杀手？谁是杀手？谁是杀手？经典。我点经典。我怎么一进来？我看一下有没有撞到人。没有认识的人。你知道我一进来就侦探不知道在干嘛？我也是啊，哎，我一进来就真的。哎呀，经典模式。好啊，好啊，我死了，好了。赶快出来啊！好啊，换场啦，好啦，换场啦，好啊，下一场了，组队了啦，杀掉就下一场啊。啊，我是平民。好，拉皮啊。我当观众一样撞你们。我是伊纳塞。我躲在衣柜里面，那也都没金锭啊！哦哟，啊，有人死了！你们现在在干啥呀？好，我们的海皮手，你们我也要，你们我也要。我现在是单机多人游戏，对，都没有人要杀人哎，好无聊。哎，可是我不知道，我忘记海皮手怎么玩嘞。黑皮手啊！因为我玩的很开心，很不开心，所以叫黑皮走。为什么你不开心？没有游戏体验。哇，杀手只杀了一个了，哎、欸，不止哎、欸，不止。游戏是让你黑皮的啊。哎呦，真低黑皮、哎。我要点单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杀手了吗？哎，是杰克耶！哇，你们居然在同一场耶！吓我一跳。我第一个你杀你，大姐，好可怕！哎呀，然后这时候好这样，I see U A N is murder， 我走了。缺一块钱，有了啊！你被杀了！靠，看到飞刀吓死我！好好好，我不能讲，真的是气死我了！什么？怎么了？那个电脑那个滑鼠用就不突然不能用了，我就为什么电接不上去？所以真的是滑鼠坏掉吗？然后键盘，然后想到按东西按不到，结果好像是你那个 USB 那个好像坏掉吧？灯有亮哦哦，还是没电了。嗯，是的、啊，然后就把那个线拔一拔，擦一擦，然后重新弄上去。好，我想到好来把那个资料档案要压缩档，然后丢到那个云端。我发现，嗯，那台电脑没有装压缩档的那个，哎呀，哇，重灌还没灌，哇，没灌，哎呀，重灌没灌，哎呀，那个，啊，现在改用云端，用那个连线的。杰克，你离开了吗？啊，妹妹，好，那个红脸的好像是他。真的吗？好，这边一个红脸的，对，好像是红脸的，好，就是他了。好，就是他了。那个饼干怪物 ，Cookie， Cookie Monster， Cookie Monster， Monster， 要再来一局吗？再来一局啊！好，我已经在啊，我要再来一局了。
在猜拉面，没撞到。我们连线这样子会不会是因为拉面的问题啊？拉面的到了、欸、啊！我看到杀手了啊！救命啊！可是如果这样子是拉面的问题的话，那换好吗？也没有会比较好吗？用哈马曲我不知道哎、欸，之后可能你就试试看吧。我蛤蟆其实都没删掉了、嗯、我是可以再装回来了我有吗、欸、我的还在啊还在以为是最好用的那个区网络软体其实并不是你这样子蛤蟆曲就要分两三个群组对啊、嗯、对啊就互拉那是还好啦就是吧我没说看不懂这些东西哪一些东西就是那个很多那种连线的那种哦那个其实就还好、啊、那个有你就想他就是一个了解就了解了他就是只能拉五个人的赖群五个人的群组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不是啦你这样讲他好像更不懂吧不是可是是这样没错五个人不是很少吗对啊，可是他等于就是说啊，好这样讲，在共同的群组里面的那一个人，他就是间谍，他可以把大家的资讯都传来传去。你只要共同有一个人是有存在的就好了。好，我看到杀手了，我死掉了，我哎，我打你，他在干嘛啦？拉弓对我，害我一紧张就放弓，他就死了。我也死了，也死了，紧张就大家一起死了。对呀、啊，不要突然拉弓对我，我会紧张。真的，真的可怕。闹钟送给我，觉得害怕，觉得害怕。真厉害的海啊！被传走了！哎呦，有人是不是掉下去了？哎呦，哎呦，滴滴滴滴，肯定不是。哎呦，真的！上面是不是有杀手？得得，嗯，怎么了？嗯，然后。嗯，我、嗯、我开可以进来，可以进来的。好，好，好，那我就随便乱杀一杀了。耶、yeah, ，刚好。哎、欸，是原本那个 IP 吗？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是我这个 IP 的。那我看一下啊，气秀的 IP。对，然后52607。好。先试看大家顺不顺，我再拿装备好了。我也这样。哎呦！你是说后面加52607吗？嗯，来了。我那边我的房加52607。断。小雨怎么直接断了？对，因为我进去开不了箱子，然后就断。哦。嗯。哇。OK。但是我应该还 OK 啦，就应该是通过。OK， 我可以看了。OK， 对。现在就是看其他人。对。按 IP， 复制 IP 位置。感觉不是很妙。就你吗？我看你目前是满的、啊。满的吗？有这个、啊。假性满。假性满是。如果用哈马奇可以试试看这个啦，他还有进来了，账密都是这个，一切都是假的，假的，等一下，假的，耶、yeah, ，我行吗？完了，我行吗？杰克行吗？我杰克跟杰克五秒钟，五秒钟的那个，五秒钟的那个，嘣嘣，还是你先加哈马奇看，加哈马奇看看，加哈马奇，从哈马奇点。加他，他两个区网是不会干扰的，互不影响。对，好猛啊！欸、而且我觉得其实拉面的比较可怕，因为拉面你就算不开，他的那个虚拟网络是一直存在的。他就是会强迫开起来啊。对，他会强迫开一个 IP 出来。怎么可怕？我在。
就算不看拉面，你也可以跟你有在同一个群组的互相联系。对啊，也出。嗯，我要延迟一个 0.5 吧。而且我觉得拉面是从以前就会瞬断。你说 AR 以前是录影吗？没有没有没有，之前录麦块录影录到一半的时候会突然不能进人家的伺服器，就拉面会直接断掉。嗯，是没有遇到。我遇过两三次。哦，铁巨人，你终于死了。那、啊、我可以先去挖石头。杰克满讯号，克满格了。邓洋洋说这是假性满格。嗯，到底是真满格？敲个火把就知道了，假性满。啊。哎、欸，我是创造。哦，舒服哦，再来啊啊、哦哦嗯！所以是、哦、可以的，他很顺，他很顺。所以那小杨洋，邓洋洋就延迟个大概。你用蛤蟆取连，你用蛤蟆取连。不用，是没有到那么严重啊。你这是不想连对不对？啊，你是不想用，我不想用，我是不想用。我现在用好，我们再开始，就是这个，嘿，不是、啊，大家都等你哦，有需要有需要，你先用好，我们再开始吧。大家都等你、哦，大家都要等你用，嘿。这是什么东西？你看你现在就是不想用嘛，对不对？你刚刚都不问，你是就是怕用不会用不问。不是，就是好像有听过，但是又好像沒有。他就连线软体而已啊。对。嗯，对啊。你看，我加一下而已。我查一下，我查一下，说不定我载过。好啊，我现在用蛤蟆取好啊，我的直播断了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用了一个好了一个断了另外一个，完了。那还是延迟五秒好了，至少直播是开的。哎、欸，我想到那个梗图哎、欸，随便做一做东西，结果竟然跑了，为什么？有吗？那程序竟然会自己跑哦、啊 oh, 对，为什么？这个叹气是怎么回事？现在直播断了啊！你的直播可以开回来吗？开得回来吗？我不知道哎、欸，已经崩溃了，崩溃，精神崩溃了，残酷二选一。还是蛤蟆取吃掉我所有网络啊！所以啦，这样也太可怕了吧？对啊，我中断连线看看啊。好，好。结果直播有回来吗？好像回来了。哦，所以是蛤蟆取。完了，我在连线。这下真的你真的，你知道我连蛤蟆取我网络顺从五千掉到剩一千。哇哦！我在串流看看，爸爸，你先开了，然后再串嘞，对吧、啊？先开再串，噔噔噔噔，看来今天来，今天问题很多耶，今天不宜开台，太可怕了。我离开麦克伺服器，我的直播就顺了。哇，是麦块害的啦，麦块害你的，不是麦块，麦块，哦不，残酷二选一，要麦块还是要开台？哦不，啊 ，Oh no， 这个真的够残酷，开台只能聊天，最残酷的那一种，哦不，我还是个延迟五秒吧，这个道路呢？你们说地狱地上有好了吗？应该是那个吧，剩洋洋试试看啊。洋洋很 OK 啊，我开心的钓鱼。啊，算了，他不想弄算了，我们就直接开始吧。什么啦？没有啊，在帮你啊。没关系啦，就算了吧。只有不打。没事没事，我这就是残酷二选一。你好，可以啦，你就是五秒的延迟。对啊，开个香肠五秒。惨了，卡了，读头上面头颅是不是有点多？一过来就卡了一下。我好想解每日任务、哦。你可以去解啊，但是你要去算延迟啊。对啊，要的不多。对啊。我只是想借鉴、哦。完了！我在地上奔跑了。完了！结果小雨也要去吃那个了吗？哎呀，没关系，我有存着。
他在我的下载档案里面。我是直接没有移除过啦。我也没有。啊，没移除。不是吧？你们不是说第二个 Jeff？ 对啊。一概墓园问题有这么多，原来是墓园的关系吗？完了，我们的灵压真的消失了。哎、欸，那这样也很好笑哎、欸，已经盖好的都没事啊，没盖的就出事哦。哎呦，天哪！盖好了几个网络都没问题啊。天哪！拯救我们一下，快把我盖出来！快把我盖出来！快把关注！把你开出来！哎、欸，我打到了，我打到了！哎呦，我打到了，三颗了！哎呦，我要去。等一下，夜妹，要不要睡觉？好了，去睡，我回家。还是你刚盖，你盖的不是墓园，是伺服器。哦，我盖的是伺服器哦！天哪！哦，哎呦，我跟你讲，里面其实都放了很多高机密的东西哦。那我知道，你盖的是拉面呢、啊。哇、wow、哦！我们还没加进去啊，还没有那个连接点呢、啊，还没连接点。不行啊，我没有材料不能盖啦。你们大堂跟我讲，我在赶路。等下我还没躺，我躺好了，我躺好了，我还没躺。要起床了，我要躺了。还没躺。等我，我上线了，我去躺了。我要去躺了，我躺了。我在奔跑。我躺了。还好我机智没有从家里离开。你好棒！我躺了。还有一个嘞，好，我哇，怎么了？核心断了。没有啊，这不是直接起来吗？有起来了，先合葬是什么鬼？先出去很比较要紧呢。功力墓碑啊，是什么鬼？就是纪念公园，纪念公园。哎呦，走开啦！运气很好哎、欸。等一下，我觉得我的石头应该是够了，可以来围一下。围一下，闻一下。哎呦喂呀、啊！哎呦喂！哎呀，香的，香哦！我看我还是可以打 boss 的呢。哦，哎呦，真的假的？你可以打，厉害哦！没办法打吗？你哦，没办法哦，没办法哦！你在哪里？哎呦，在哪里？快 TP， 快 TP， 我快受不了了，我快死了。把你踢回来。他最后的灵压，不要让他消失。我先走了，我回家了。好，你回去。我回个血，我先打。谁在啊？把我的灵压要消失了。哎呦喂啊！吓我一跳。哎、欸，你踢踢我，你才吓我。你说我吓你一跳。哈哈哈哈哈！我踢过来，我是看到你。哎呦喂啊！快点，因为我在帮你，我帮你，快点。快点，坐下！记得送我的份就好，记得送我的份就好。好，四个人吗？嗯，四个人来。我直接飞到天边去耶！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哦！好少哦，怎么那么少啊？因为酱油跑过。哎呀，突袭！突袭在哪里？哪里突？哎，熊猫餐馆那边的门。跑酷下面为什么又有？哇，他们来看熊猫的，又来看熊猫了。现在是来熊猫观光团，然后不常进来哎。来看熊猫会觉得累，太打哪里了？城外，跑酷下面，跑酷下面。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先回去补血。想一下哦，十钻哦。我要来打架。他们会赚掉十钻哦。哇哦！哇！是不是要换我断线了、啊？有人有那个吗？胸罩了吗？没有啊，没有，没有打到队长啊，没看到队长啊。欸、对啊，队长嘞、啊，我赶过来了，结果冰酸在哪？队长不见了，队长嘞？不 key 啊，你身上有没有啊？身上有没有啊？没有啊，我没有，我刚才刚过来而已。他说我转职成女巫了，白痴哦，还有你在转职成药水师就对了。见了哦，队长，没啊，至少现在还可以玩了，好不好？
那是无头苍蝇。只是网直播可能有点卡。嗯嗯，等一下，记录档会顺的吧？是，对啊，记录档顺的啦，啊，记录档顺的。到时候可以看记录档啊。哦，应该盖得完吗？我不知道哎、欸。不知道盖什么？凋零，凋零那个。那个安德塔，安德塔，对啊，凋零安德塔，哦，凋零安德，用凋零去炸。就是如果确定不会开防爆的话，其实可以不用做那个啦，盖太远。嗯，只会有点吵哎。你主意是？我要研究这个。干嘛？这个干嘛？凋零不是都这样吗？这凋零怪不是一直这样吗？有这样吗？炸没有吧？炸东西啊？你是吗？对的。他那飞出去不是？哇，你们都是配音师呢？还有专业的专业呢？然后这时候酱油就很安静。我找到了，就是我刚刚不在问地球的旗帜图案啊，它是跟村民交易耶。哇、嗯 wow, 哦那个羊毛的那个是不是旗帜超人对 有一个是卖旗帜的是羊毛的嗯那个卖剪刀的那个有吗现在有吗当然没有啊那个是随机刷的啊那个是要刷的而且它是在很还蛮后面好像是专家还是哪一节的、嗯、有这里有绿宝石八个感谢秀秀的支持我的会员跟超级留言因为我刚才在网络上找上地球啊，是新的吧？完全没看过。有啊，这个。然后还有那个朱布林也有一个新的猪鼻子。对啊，猪鼻子。太可爱了吧！感觉可以送给好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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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会很喜欢。猪三猪，我们友情的证明。啊，小雨你怎么这样？哎、欸，你刚刚讲猪鼻子啊，我只是唱这首歌。好，我觉得是团团有点敏感啦。对啊，比那一位，怎么那么敏感？那位朋友还敏感。为什么小雨唱歌你就这么敏感？是唱歌歌？为什么？好、哦，没有、哦，你有什么嘿意思啊？没有没有，我只听到这个觉得意外的怀念，怀念吗、哦？因为曾经有人很爱唱这首歌，那是他的主题曲。哦哦，对，他儿子唱给他妈妈听的吧？哦哦，哇，你记得比我还清楚哎！哦、oh, no. 啊，对呀、啊，当然，怎么这么容易了解啊？儿子很孝顺哎，我、哦、了解，因为是你，你确定吗？我忘记我还没。我刚刚听了很奇怪的东西是吗？他儿子许孝顺，不是啦。哦，哇，你这样哦，是啦，真的，难怪波波每次秀还嗨，不是吗？哦，你是我的许孝顺，哎，许孝顺，哦，你真是我的许孝顺，不要穿裙子，嗯，你穿，我穿，我穿，不要再去，伤害掉好多，我要再去中七只弓箭手跟五只，你刚刚那个锋利是几啊？我忘记我上一把锋利是几了。哇哇，心痛啊！哇，痛了，伤害差不多掉了多，原本是可以打到220，现在只剩下180。嗯啊，是隐约你要先拿我的剑，我掠夺四。没关系啦，东西头颅已经打够了。嗯，我刚刚打到最后一个。啊！反正就等你们来这里用，我想要多拿一颗。你想干嘛？你来啊！还要做那个啊？做旗帜啊？你可以去打、啊。他很危险的。他底下零下就消失就，就怕死嘞、欸。他就露出地狱第一排了。对啊，海景第一啊，岩浆第一排。这边不是海景哥。哎、欸，我没叶子了。水剑会不会比较强？你看要不要抽一个御水剑出来用啊？我直接把这把剑直接往上升就好了吧？可以啊。讲你要潜能的话啦，潜能我已经这把是有的啊。啊，那就好。对啊，这把是有潜能。
嗯，魔法锋利七也还好，差锋利一还行，还行，无敌，还行啊，就是把它生成有玉髓了就好了。嗯，那我要下去挖玉髓了。哎、欸，我们应该没有人会要再去中介城了吧？嗯，应该不会特地去吧？应该是没有了。好，除非要再去用箱子，不然应该是不太会了、啊。嗯，那我还是不要把折腰门给害破坏掉。啊，你要破坏它？为什么？因为如果传统的那个啊，凋零可以用那个啊折腰门卡、啊。哦。因为它有那个嘛，黑曜那个嘛，鸡眼。鸡眼。鸡眼卡住了。就刚好的那位置可以卡。原来如此。请问有人仙人掌吗？我好像有。有人家不是有仙人掌制造机吗？还是什么？有吗？农场？哎、欸，没有吗？好像还没有盖，仙人掌好像没有，仙人掌没有哦，没有。如果是南瓜、西瓜那边，我那边是很多，那边是有啦，对，对，仙人掌没有。我看一下酱油家，你看一下，我箱子很乱哦，我都没整理。啊，我找到了，我只知道你的墨囊特别多了，你的墨囊特别多，那也是墨囊出生地呀、啊，残杀了多少墨鱼？好、啊，我做错了。这样哦，我做到一组的鹅卵石阶梯，哇、wow. 哦，我靠，可以好好利用啊！没有，现在用不到，好好利用一下，现在用不到，我回家拿材料。不是，对，哦，我发现一件事情，嗯，我刚不是转那个该单人开吗？嗯，然后我发现我的有一些。失去的装备回来了，对哦，该不会是你转到伺服器的时候那个对啊，个人档案对读到另一边去的哦，所以我是钻石也多了一点点，耶，回来了耶，来哎呦，人家知道衣里面的衣服晒好了，嗯，口袋有钱哦耶，赚到了，赚到自己的钱啊，哎，我一定要讲那个被洗衣机洗过的钱根本不能用啊。可以啊，不行啊！哎呀，你知道我之前口袋里放100，然后我忘记，它进去洗出来以后它是烂掉的，我打开它剩一半。那你给我。其实你那个不会剩一半吧？它不会吧？它不会整个被撕开啊？对啊，对啊，我是假的，整个被撕开啊！我满头问号啊！你是不是太大力呀、啊？对啊，正常人不会，因为它湿湿的时候太大力的，对啊，它的材质很难。破掉很难破掉，我很傻眼啊！可是衣服也不是我晒，也不是我收的，我是穿的时候发现的。哦、oh, oh. ，所以穿的时候它还在口袋里面，它还在口袋。哦、oh. oh, ，那就是我，嗯，我觉得是你在打开的时候太大力了，要么是你拿出来的时候，哦，要么就是你放进去之前把它剪半放进去，对，剪一半放进去。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说，妈妈，这个钱怎么破一半呢？我妈说，你怎么问我？哦，好，对不起，问你吧。你怎么问我？那我先报警哦，你毁损。可是我记得毁损好像你就是完整还剩多少是可以去换新的钱的？可以啊，嗯，可以去把它换回来。对啊，它是一个比例的那个完整。可以，因为之前我家呆把1000块咬烂。好，因为可以啊，我就把钱放在桌子上啊。嗯，然后那时候阿呆很，那时候阿呆还很小只，我们以为他碰不到，啊、结果很扯，我不知道怎么碰到的。就我下班回家以后，我就看到地板上一堆懒懒的。哦，心超痛哎、欸！好碎的，那心碎的碎片。然后我就回来就打他，然后阿呆还生气。怎么可以咬？怎么可以咬1000块？咬我！哎、欸，我只有咬没有吃掉，很好了。我就问就说那1000块怎么样？他说他用贴，他用胶带把它粘回来以后拿去银行。对啊，对啊，哦、可以啊，可以换了，给他拼回来，可以把它拿去。然后他说那个银行人员看着他，嗯，太狗喜力。你为啥这个纸钞怎么变成这样了？所以你是因为这样那只狗才叫他呆吗？没有啊，他本来就是呆啊，没有，可能是因为取这个名字才会对，才开始变呆啊。对对对，没有变聪明吧？他变超聪明的、啊、真的吗？嗯，对啊，他变超聪明哎。嗯，那改叫阿聪了吗？嗯、阿聪还是阿明啊？阿明啊，阿明。阿聪，那时候我你有见识，你有见识。可
干嘛？你说你怎么了？他打一只绿色的那个鬼夜魅，打绿色夜魅了，鬼魅吗？鬼魅，鬼魅，对不起，对不起，太中毒了，对不起。灵魂哦，哎，那个蓝色的东西是要蓝色的火是要怎么做？我有点忘记了。蓝色的火你要灵魂土啊，灵魂土啊，不是灵魂沙啊，也可以吧？做不出来吗？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哎，杰克，你杀掉了？哎，杀掉了，我刚用剑杀掉了。我拿弓出来。哦，我一下 ，one night，one night，baby，baby。好烦啊！我的武侠许多情。没有的。杰克好强啊！杰克强。对啊，好强！妈呀！啊，唱歌，他唱歌。他刚刚失而复得，哎，好不容易游完路了，不然可以开台了。太开心了，忍不住换。开台是卡的啦，哦，真的假的？哦呦。那我怎么已经又可以想象得到你聊天室会一直刷好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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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看不了，大家都很有经验，杰克你怎么这么好卡，这样我要去看其他人的台，去去去去去去看别人的台。啊，今天就这么卡呗，啊，我没办法啊，卡没卡没啊，我也想出的，不是我愿意的，有人说那所以杨狗很花钱的，你说的太对了。啊，哇，你这个跳蛮快的哦，还有你是学到 Popo 精髓，哦，我觉得 Popo 教我的，怎么好的不学学就奇奇怪怪的，完了，啊。哦，完了，要换音乐了，音乐怎么都对他们不坏，怎么都对我们这么凶？哦，音乐怎么这样子啊？哦，对啊，我就这样啊。音乐跟一定是跟哈记学，哎，我就是在音乐以前不会这样，哈记你把它这么热，我没有很派吗？没有啦，我没有很配吧。很派大概就是这么派吧，包含一个宇宙这样子吗？好不好，其实我在打怪，我完全不知道我打了几只，你知道吗？外面现在是晚上啊，晚上啊，可以打怪，我要出去，杰克借我船。哦，我好，还有这次，就是只是加外面而已。是，打绿，打每日的钻石，打没有，打没有，这都很行啊！哎，对，我不知道什么都很行哎。那个我记得其实已经蛮久的了。人中是人中之龙吗？还是好像是龙中哦，对不对？龙中之人，龙中，龙中之人，龙中之人，龙中之人听起来也是很厉害啊。人中之人，人中，也有点屌。人中有人，好可怕、哦！人中有什么人？人中有人，他人中很长哦。不是，他人很短哦。他人中感觉很厉害。啊！啊没有。都没有，都没有啊！你怎么被蜘蛛咬死？一颗钻石啊！雷路阳，是嘞，怎么没有僵尸了？就我完全没有在转，如果你要按身高，你没办法按。你没办法接案，婆婆要按身高铃。你无法，你没办法。哭了。这就是最痛苦的。大会报告，大会报告，现在已经九点了，还没有人去挑战副本。副本有人要去挑战副本吗？不要。不要。我觉得有点花时间，我今天想要先赶快把它弄完。好，我在努力接任务。分什么的别了吧。哈哈，酱油。我直接进去。其实我想要徒手风拳，就是不要带什么补血的，直接进去挑战，看能爬到多少。酱油一定是发大财了，就不想要。就是你不要去耗任何的资源，然后去平均看看多少。我不是，我是因为我觉得我太逊了，我没办法，我连第一关都过不了呀。
没那么大，不可能。你站着那些怪都不会反弹死的，好不好？对啊，你站着他们就会弹死了、欸。你要对你自己有信心，你很强，你知道吗？你很强的，有信心，超强。美味蟹堡就会好吃，不然你这样何来跟别人谈梦想？你搞我讲，对啊，而且那些梦，你看你那些梦想资金呢？梦想是靠嘴啊！你看，这样你还能叫梦想教主？哦天哪！可是你是我师傅啊！群体基础以后，群体基础，你是我师傅啊！师傅，你忘记了吗？那天你教我的，我教你什么？哪一天？哪一天？哪一天？不是他教你的，你也没听进去啊！就在大雪纷飞的那一天，嘿，然后有个人敲了你家房门，遇到了海龙王彼得，然后海龙王彼得就说：“你家前面的水太多了，需要你舀掉一点。”嘿，你是你咬了749年的水哦，好久哦，太久了，太久了吧？这这场还没咬完，哭了，这是最难过的，天哪、啊，哭了，哭了，背起来，哭了，啊，哭了，背起来。啊啊！天哪，好痛，好痛，痛痛痛！干嘛啦？解完了，好棒啊，瑞凡！哇，你进去了，我想说要进去了，他想要撤，哎，就抢了，嘿，哦，就这个时候按按钮会怎样？他会说他进不去了啊，已经有人了，哦，完成任务了，耶，师傅，29，安娜，僵尸，你收了，骷髅跟骷髅，走，要怎么盖哦？没事，打完了，我打完了。你说每周任务吗？是的啊，是每周，不是每哦。对了，每周你是在骗人，不骗人，你最会骗人。我哪有？哪没有？我下次画的 case 就是我哪有，我没有。你既有，明明就有。我不是机器人。老师，你可以解释一下你昨天英雄联盟为什么吵你蘑菇吗？你还是老兵在当我的天哪！你气哦！我真的很气。我那时候是看到，然后我想要点他的时候，然后我就，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有开加速器。哦，还可以加速器哦！开加速器哦！那时候我玩路服他很卡，我开加速器ping还100多哎。你玩路服让玩什么路服？做完你刚不是玩大夫吗？没有啊，就我没有关啊，我就一直加速啊，我就你为什么要开加速啦、欸、你知道加速器就是 VPN 吗？你在那个 VPN 等于你跳更远会更卡啊，真的对你是傻了哦，因为我之前问别人他们说不用关没关系啊，要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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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是不是巴不得我英雄联盟台服没有你有可能台服会被锁哦，而且、啊、你瞬断有可能是因为加速器、喔、因为加速器它会一直跳 IP 所以会瞬断啊，好，我以后会关掉的，对，我还在问的，我跟他说哎、欸，可是我主要玩台服哎、欸，我要不要关，他说不用啦，不用，不会有事啦，等下有事了，然后你就说啊，你不是说好没事吗？然后呢，你就找他，我记错了啦，哎呦，这分线我也没办法啊，就是你对，啊你不吹啊，开心呐！谁叫你要相信我的？哎呀，这个语气也太坏了吧！超级坏！有人打 boss 吗？有人打 boss 吗？酷攻，酷攻，酷攻！拜拜！你要帮我打那只吗？我这次真的打那只。帮你打那一只 boss。哎呦喂！看你表演。哎呦！哎呦！去打的。我现在会不会砍到你啊？不会不会不会，哎、欸，我要吃海苔，然后看他自己打。为什么？你可以认真吗？我很认真啊。我在家，你过来家。过家。哎、欸，我好久没吃海苔了耶。你昨天不是你哪有？你昨天不是在吃？你在骗呐、啊？你边吃边玩猫咪，你忘了吗？哦对哦，哎、欸，我玩猫咪吗？你有啊？啊，昨天不玩猫咪。
你浪漫真爱做工北餐啦，然后你还在跟我们讲说哇猫咪这个角色也太、哎、也可以太混了吧什么的，哎，为了表示歉意我自发一句奶奶怎么可以叫我闭嘴点点、哎、我要跟老师说好啊，没有没有，等一下等一下，反反那个什么那个之后那个某专业电子科，你是可以讲我是真的真的有心结、啊、对对，他会出来说：“哎、欸，这是不是很讨厌战友？这样是不是很烦心？他们俩是怎么？不要对那么快，你好，你好歹这样嘛。他们是不是很讨厌对方？嗯，对的，对啦，对啦，那么明显了，对的。哎、欸、哎、欸，我观众说支持繁星，我心好痛，哭了。那无限期支持繁星，哭了，无限期支持。”你看你，哎，抱歉，那个文章要改一下了。怎么心中生存大家都对战友这么坏呀、啊？他们是不是都有心结啊？没有吧，只有繁星而已吧，这样子啊？只对某一个人而已啦。队友没有吧？没有啦。然后之后呢？下面就开始有人说，我跟你讲哦，我认识他们哦，我跟你讲，他们私底下哦都讲什么什么什么，我开始找内鬼了。然后开始谣言就乱传了，有没有？真的乱七八糟，就是变成其实他们在搞死角恋之类的。死角啊？啥？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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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没有并没有。不要乱讲话、哦，你现在拉仇恨吗？你小姐？我真的。真的怎样？你真的怎样？你真的什么？你真的什么？你真的什么？有听过有类似的案例，就是案例，他们原本是六人团玩的好好的，结果有两个吵架以后就变成脚链了。不是啊，为什么吵架不会脚链？为什么啦？为什么？问号？不是吵架应该要拆团吗？对啊，感情猜忌一下。对啊。因为他们都传说 A 跟 B 会吵架，是因为他们俩都喜欢 C， 可是 C 喜欢的是 B，、嗯、然后 B 喜欢的是 E， 嗯，你说胸部哦，然后 E 喜欢的是 A， 白痴，你说胸部啊，原来是这样吗？没有，所以哎哎、欸欸，我想要，所以六角恋这样子是代表说没有一个是两情相悦，对不对？对，可怜哦，小团体中的小团体嘛，这样子吗？对啊，对啊。可是主要是我不认识他们、啊，然后所以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哦哦，我都听来了，我都听人家讲的啦，说的啦，好像是这样啦。真的是蛮乱的。哎、欸，听别人说这最可怕、欸。对啊，对啊。那他是我朋友的朋友啊，我朋友都说他们怎样。八卦都是这样来的。可是我很相信，是因为我听六七个人讲。你不要逆听。啊，就也不一定、啊。来看六七个人呢、欸，六七个人都是哎、欸，我朋友跟我说他们怎样怎样啊，他们朋友也是听说的。那搞不好会夸大，你知道吗？然后酱油，你现在在当第八个人，就是这样子啊。没有，我跟你说，你讲给我们听啊。就是我想之前我就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啊，我跟你讲哦，我只跟你说、哦，然后就讲了一个东西。然后结果呢？过了没多久之后啊，我有一天跟另一群大概十几个人啊聊天，突然有一个人说哎、欸，他有跟你讲那个吗？然后我说什么？然后他就说哦，就是那个啊，那个、套你话、啊。这样，哎，对哎，他有跟我讲啊，不是说只跟我讲吗？然后呢，其他人全部一个都说，哎，他有跟你讲，他也有跟我讲。哎呦喂，大概快二十个人都知道，你知道吗？哇塞，对啊，哇塞。哎，说到这个，我才觉得很扯的是，有一个女生，她会去，就是现在我跟她没有联系了，但是那时候我跟她还不错的时候，她就是会去听到人家讲八卦，讲完以后，她那时候还有 RC 嘛。他们把他的亲朋好友都喊来阿西，然后一次讲。哎、欸，我跟你们讲哦，我跟你讲，我听到一个真八卦哦。那时候我会知道是因为他把我叫过去，我说什么，然后他说你来，我就看到阿西十几个人，然后说、欸、我跟你们讲，我刚刚听到了一件事情，是关于 A 跟 B 的，然后就开始讲了。八卦大会，真的。对，那你吃完了没？快了，有人要卖洗能石吗？洗能石，我要留着之后自己刷啦，没办法卖。我要点，这是什么东西啊？我在算歪轴坐标。哦哦，隐约有吗？
有是有啦，可是他想卖贵一点。对呀、啊，要么就是自己用嘛。这样急收的话，当然就是要贵一点。我不急，哦，双倍嘛，对不对？通常都双倍啊，一比三十。哎呦，不接不成商。哦、好吧，不要一比三十就算了。然后我可以留着自用嘛，没关系。然后下一次就说你真的急用吗？嗯，那一比六十四好了。你只有一个走啊。然后他说为什么上次不是一比三十吗？没有啊，刚刚那个时间已经过了，然后要算利息、通货膨胀。那好处想啊，一比三十的话，大概就是一次乐透都没有中吧。对啊，差不多。很口吞不下去了，真的可怜，真的可怜。洋洋听不下去了，直接跳 game。对啊，我就听不下去没、欸。你的电脑听不下去了，赶紧跳 game。我哪有？我不可以懂我没？你不可以说我哪有？这个有版权，有版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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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的版权？谁的版权？你觉得还有谁？你还有谁？你觉得还会有谁的版权？还会有谁呢？你的有他版权好多，你的有要拉长音呢、啊欸？我哪有？我哪有？你拉长音就是有版权。对没事没事，我没拉。你可以拉久一点啊！我哪有之类的？你是被人家掐着吗？对啊。我哪有？这样。有酒，我不做能量就求救我。怎样？怎么了？救他的心哦！我在峭壁边边，然后介福刚好是往我前面，然后一打开，他把我往后面推了。哎呦呀！吓死我了！虚空哎、欸，吸啦！没关系啊，一颗钻石。对啊，一颗钻啦。哦，对，这个没有那个说装备也直接喷光光的。嗯。哇，好赚哦！装备喷光光那个才叫真的是会哭了。用一颗钻买装备这样子，买回所有装备。这样想想，好好赚哦。不用怕的。人家。等晚上有啊！哎、欸，对，我等下再跟你们其他没有人给我的头颅的人再征收一次。哦，我有给你过吗？没有，我有给你过吗？那再给就好了。看箱子里面没有，没有了。你们看一下墓碑有没有你们的？要两颗，两颗是不是？好，去哪？哎、欸，最多头了。好，我的好像在墙上吧，自己拔。好，我自己拔，我自拔。我好像没有头哎、欸。啊！我要把我头扔了。你去杨家找啊！你之前不是都丢在他家？对啊，还是你那个啊？你那个，你去抽两个工具呀、啊，就是装备。就现在没有了吗？还有？现在没了哦，还有工具还有。现在不会有那个啦。哦，对啊，或是你求我们让你砍最后一下啊，这东西不能归你啊，你要花多少买？哇塞，这样子啊？那算了，我愿意当一个没有尸体的人。天，我来呀！你又打开了一包是不是？我哪有？有啦，听出来了，他已经吃下去了，所以他没有啦。没有，那也不是新的啦，已经吃了，他已经吃下去了啦。就没有东西，嗯。我没有，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我们没说什么、啊。我没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对啊，你怎么那么敏感啊？我没有、欸。你在怕什么？你在怕什么？我没有、啊。你在害怕吗？是怕被骂？怕要分多少了？怕我就怕被骂。那我就怕被骂呗。哎呦，楼梯真的好好哦。过来的吗？阿纪，哎，那个切石机不是、欸、箱子到底是橘色还是黄色啊？橘色还是黄色什么？我想做旗帜啊！你说我的那个头上的那个头的箱子是是？对，在想要黄色用橘色？对，其实感觉中间呢，你真的要很对不起，看、啊，
黄橘色，黄橘色，你要甜色吗？就橘啊，大概来挑一个嘛，挑一个偏亮一点的黄色啊。我挑，有没有进化莲花、啊？那个橘啊？没有啊，就羊毛就只有那十六种。嗯，黄色，好，黄的，试试看。我要干嘛？哦，对，我要投入。对啊，你要投入，需要投入。好像盖得完哦。哎呦，可以哦。哎、欸，鞘翅是算装备吧？是啊，对，你是要抽哦。我没有啊。那你怎么会问装备？因为我忘记我之前是在哪里抽到鞘翅的。哦，他卖掉了。你想抽第二个来卖是不是？没有，想卖哦。还有资本抽。买。算了。怕是没有那个机会了。啊，对，我刚刚讲了，就是石匠最后可以买到石英哎，零哦可以哦，对啊。哦哟。那不错哎、欸，所以我们可以一直拼命让他让僵尸感染他，然后就是一个绿宝石买一个石英，觉得很贵对不对？但是他也可以用一个花岗岩换一个绿宝石，那这样很便宜耶、欸。对啊。哦，痛！啊，神怪，走开！哎，我有两个头颅可以给你了。好，你可以放在。介符合这么厉害啊，酱油，你好棒哦！我最棒，好棒！你为什么要抖音？不知道。来了，来了！我要去找西湖。想一下，想。杰克啊，嗨！你说你要洗石是吗？对啊，你要一颗收多少？15啊，才一颗15而已啊。你有多少？我有多少？我有多少？我看一下，我有你怎么多？15的话，我可以收到8颗啦。哇哦，好，哎呦，好来啊！哇，这样你怎么不先问他？那你有多少颗？没有，感觉哈基就囤很多啊。那你没有很多了，杀价。没有很多了，大概我觉得十五就真的是公道价。公道价是大家定出来的。我现在有要收吗？我觉得可能1:20比较好哎。我头要放哪呀、啊？没有啊，就那边不是有介符盒，你放在里面。哪里有介符盒啊？1,2,3,4,5,6，就那里面啊。我拿走了、哦。啊，海林好久不见，感谢海林的新会员，不新会员，感谢会员。还没封起来，你就随便挑一个放进去啊。好，我要找个风水宝地。风水宝地。哎、欸，有一只迅捷蜘蛛。啊，三个金锭。哦，这个屋子看起来不错，风水宝地就决定是这里了。其实都长一样啊，根本没差。嘿，嘿哟，这颗呢？好的，这个盖错了，洗装备，酱油。嗨，你会不会很无聊？不会啊。没有，我是认真问你。还好。好因为我打完每周任务了，那你想不想来玩积木？积木。来帮我铺冰平台。我来了。我要哆瑞咪收了。好好好，我站好了。来，你。那也不笑笑。这先给你，你拿个石头。嗯，对，你就照着这样补一个很大的正方形，然后回去拿石材。好啊，交给我。啊，你不要死哦！哎呦，我很祝福你不要死哦。
你现在是在祝福我走路不滑倒？对，不能滑倒啊！你真的会怕的话，你就先换成鞘刺，狙击手盾诀。哎呦，哎呦，你也射太远了吧？我只是在打远处的酷狗。哇哦，六只还七只啊？忘记了，重来嘛。七只，找他。哎，我找几只就往少了算，你就知道了。知道下礼拜玩什么了？嗯，哎呦。狙击什么东西啊？会有人伤亡吗？不会不会不会、oh. 不会吧？那个吧，不确定啊，我很怕哦，很不确定哦、啊。那个吧，看一下下，哎呦喂啊，没事，一个两个去，好，哎咻。哎，我 TP 你哦，再安全一点哦。好，我现在很安全。好。你知道我在盖什么吗、啊？这个东西。你在盖什么？另外一个深安德的地方。哎、欸，啊，原本那个呢？那个是打精英用的，修装备用的。那这个呢？这个是，做凋零花用的。什么花？凋零花。那是干啥的呀？你踩上去会凋零。你会对啊，你会凋零。那为什么要做它？哎，我是小学生哎，老师，我有问题，不懂就问，不要打我。这个后面再解释给你。一二三，好。但讲太多你听不懂。嘿，凡心已经太了解我，他知道以我的智商记不住。不是啊，就算讲一加一等于二，你下一秒也是忘记啊。哎、欸，哪会啊！我真的太饿了，好不好？啊，没有啊，每次跟你讲话，你脑子就想吃的。哪有？好有道理哦。对啊，跟你讲认真的，等一下中午要吃什么？哎、欸，胡说！没假性。哎、欸，胡说！我哪有？啊，没有。嗯、啊，没有。哎、嗯欸，你们这样讲害我打，害我就想宵夜要吃什么。你看，你看吧，我不是在。想吃的，就是因为你们讲了，我才想到哦，想要吃什么。天多，好好多东西哦，真的哦。对了，我很想吃蛋糕。然后酱油，你如果手上的石头没了之后，你按中键会自己吸，不用再打开包包了。啊、这么厉害啊、哦！你不信哦？我信啊，我信，我信。你不信？你不信？你不信哦？我信，我信，我信。他自己在哪里？在你心里。哎呦！哎呦！抽起来！哦！好黄哦！超黄的、啊！这好像橘色比较好啊！哦，我再做一个橘色的。退货了，退货了！我有个疑问。哎，我们抽出来的钻石剑伤害是不是比较低？为什么？加一，它是加上去的。你手本身是一。一加六啊，空拳是一，还是算空拳一？然后点那。那我第二个疑问，他升级成御水剑，他没有加伤害，这样对吗？之前就有说过升卷，升级就只是外表而已。对对对对，那我不会加。哇，你都记得哎。你要的话就是直接抽出来是御水剑。哎、欸，你是好学生、欸，你好强哦。对，我好感动哦。对啊，天哪，你真的是。啊，怎么旁我家旁边生蜘蛛啦？哦、没用啊！我好不想啊，好看啊！你就是外观唤醒哎、欸！我不喜欢花瓶。酱油，你的头放在哪里呀、啊？我放在墓碑里面啊！能把它推进水里啊？哦，我看到了，看到了，他爬的有点快，而且他有抗击退。酱油击杀精怪的证明，伟大的。我把精怪拿去放墓碑了，他证明了我的荣耀。我曾经杀过一次精怪。好的，我刚刚突然想要，我来分一杯羹了，我来了。为了杀那个精怪，我大战了他好几回合，最终挂掉，然后死在墓里。你知道我刚刚有没有想要接什么吗？你想聊什么？我不想听啦。听起来像笑话，这是个笑话，好坏哦！你怎么那么坏？我要跟老师讲。厉害啦！
好那个老师哦。那谁怪啊啦？阿基利耶啦！耶！我要再倒走一颗哈基。我刚打旁边小蜘蛛，打到一颗，好爽哦！有哦，刚刚有绿色有啊，好帅！哎呀，捡到一颗，杰克很伤心，怎么不是我看到呢？没事啦，风水轮流转嘛，对不对？嗯，搞不好我就中个乐透，就可以买好几颗啊！哇，这个都是梦啊！我是觉得那都好难中、啊。现在目前没中的有谁啊？哇，你在说笑话吗？我跟团团。对。还有谁啊？还有我，三个人。没中过。没中过。我就觉得估计我现在也中不了了。哎，真的。是在立反 flag， 我懂，我也是。没有没有没有，我是真心觉得我不会中。再待着一下，我等下回来。我不想放弃，但是我还是很白痴哦。怎么了？没敲走，我带食材没带到。嘿，是要什么？我本来想说，我看起来都还没吃，你就回来。难怪不咸。我在夹，我要搞夹，多少斤啊？搞一斤啊？很快吃啊！看看，哦，好脆脆的，挺脆的。可是海苔钠含量超高的。对啊，你要小心啊，你小心。对，说真的，这海苔不要尽量常，尽量不要常吃。嗯，它钠含量太高，不好，对身体不好。真的，然后口塞。真的，我赶快把它吃掉就看不到了。然后如果你可以选到有一个海苔是完完全全上面没有任何盐巴的，可能会好一点。不然，那等于在塞盐巴在嘴巴里面嘛。对啊，可是通常海苔要好吃，有一部分是那个盐巴撒上去。可是不是喝很多水就还好吗？不行啦，还是没有那个每天有钠含量的那个。对啦，吃下去还是吃下去，那只是冲淡你的感觉而已啦。对，在欺骗你自己。真的在欺骗你自己，这是真的。我一直以为喝很多水的话就安全了，没有，并没有，没有。你会变水肿。那我的脸这么肿，是不是因为我喝太多水了？是你吃太多盐吧？嗯，你脸肿，你的脸肿，是因为你在打自己的脸。哦，哎呦，听起来好有道理。听起来很痛哦！你为什么要打自己的脸啊？我也不知道，我情不自禁。你好像听不懂哎、欸，他好像听不懂哎、欸，我不懂，不懂。哎呀，哎呀，阿妹哟，阿妹阿妹，我好像懂了，又好像不太懂，又好像懂了。到底是懂不懂？不要命名牌了，你不懂。啊、对耶，忘了封关了。反正这个名字是我膨胀了，好不好？你的打应该不是动词吧？形容哎，不好说。这有点难解释，对。嗯，对。这个安德发成绿光哎。要看会打他，打他，打他。我来打，好不好？我打。好 ，S O Y 嘛，好，我来了。我打完了，真人词。那你是不是该讲出来了？哇塞！哇，抢劫！抢劫啊！我师傅说啊！好，拜拜！直接跑走！哦，这个可以，这个颜色可以。好，过，给过，你人等呢？我走了，什么东西？我只是做完我就走了，给完就走了。为什么你看到旗子你很棒？回头，老板呢？老板刚刚还在的，老板走了。对，老板这样走了。哎，酱油，真的不只是繁星在说你是甩锅大王，观众认证了耶！真的是啊，感谢海林的超级留言，感谢箱子的会员，感谢要不要把你甩过的记录全部都剪出来给你看？帮你剪个精华好不好？剪个精华，甩锅全集，你们可以用这个来水片影片这样。哎，只有你才有的哎，大家都没有哎，酱油特辑耶！我看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哦，我不想要有这个特辑。哎，说不定可以剪个两三集耶。哦，一集20分钟，超长。我是这样的人吧？
点头，嗯、点头、嗯、啊！那我要去修行了。你要去哪里休息？你要去哪？我要去瀑布底下休息，来那个可以除我心中的杂念。没有啦，我觉得更快的方式就是你把你中了乐透钱给师傅就好了，消个业障，师傅会来找你敛财。没有，你要帮我消灭那些邪恶的东西吗？哎、欸，对，我帮你，我帮你。你要干嘛？老板，我想要用两颗钻石给你买两组羊毛。哦，你去拿。耶、yeah! 欸！哎，小，其实你去拿就好了，对吧、啊？嗯，这没差啦。不要吸啦，你要给三组也可以啊。哦。我是讲主，我不是葛哦。花钱消灾。那谁家花多少钱呢？等一下，我不小心做错的铁栅栏。啊，不用了，墓园可以敲一敲哈。墓园啊，墓园敲两颗起来了。我这里还有你，你要多少个？一个一个，多少个？马上给你，一个一个，要敲我拿啦。不行，我想了一下，哪里铁栅栏多？不行，想了一下，我被 K 来怕副本喽。哎呦，爸，哎，你那无问有人要到顶爬无？哦，你那安尼就。哦，嘎迪帕，嘎迪帕，他那个 H H A G 一代位了，我啊，啊那那啦，伊嘛嘎迪帕，哎呀，来安尼，安那哦，哦，没事，打没打没哟，打没打没哟，哎呀，卡住了，旗帜要怎么印它这印？相同的底色，哎，相同底色啊，对对，底色要一样。对对对，他当时做的底色是什么？你要用同一种颜色。老鱼蛙来喽！我忘封关了、哦、好，老板，我要退货，那个白色买错买了。哎、欸，你要带发票哎、欸，不好意思，没有发票哎、欸。你那个说什么发票不用，然后捐出去的那个害我们很困扰哦、喔。还要去挖那个桶子，超烦的。真的。哎、欸，酱油。嗨。我要去了、喔。我看一下我安不安全。你一定安全的、啊。很安全。那等一下，我顺便拿中介珍珠。要叫介那个中介蛮出来的。哎呦！要再叫一只中介蛮。对啊，现在叫阿排六号了。现在六号了。对，下一个叫排七喽。排七哦。要排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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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排七蛮好玩的。可是感觉比较少人在玩，不好意思，就蛮花时间的啦。没有，其实很快吧，我觉得蛮久的哎。主要我觉得久是因为有一些人会想比较久吧。嗯，思考的就都会比较久。对啊，我有时候反而觉得那个大老二比较久，有些人真的想太久了。我觉得大老二大家都打很快的。嗯。哇。我答案等好久、哦，来啦！繁星哦，那我往这里好了。诶、欸，嗯，去困啊！困啊！哎呦，感觉今天 OK 哦，应该用得完哦，捏好了，有、哎嗯、快弄好了是不是，就是基础的可以。嗯，老鱼我来了，周围要到很像，还要慢慢来，精修要再一次，嗯，应该要两次吧，精修。okay.你是说经验修补吗？我很多，有营业超多，营业超多，有需要啊！我现在缺钻石，有没有人多买点经验修补？你要重装是不是？要我要把，我他要把他的剑弄回来。对啊，我还要先抽到一把玉髓剑才行。一本多少忘记了？五钻啊，五钻而已啊。我要买一本，我要在短团脸上附上修补，写三个残字吗？在脸上残，有基础而已，装饰还有旁边都没弄。呜呜，有没有人摸的玉髓剑啊？神，我要看耶，你看一下我箱子啊，我忘记有没有了。营业
然后拿跟女院拿头，好啊，头我箱子有一个专门头颅的箱子，好，这么多头，我现在挖泱泱的头，哇，挖泱泱的头，才有点，哇，有点痛，我的头，哎、欸，你有好多种样子的、哦，要求啊，我挖这个，我看有两种，他一直换 skin 呢，对啊，我多重样式，多重，天哪，好可怕。好可怕！我刚是购买证明是不是？我刚脑海中蹦出一个画面，就是可能挖泱泱的头嘛，然后挖出那个彩虹小马那样子。为什么？太强了吧！太少女了吧！那我的表情是这样，呆滞吗？就是呆滞。你是那个彩虹猫在吐彩虹的样子。然后像挖小雨的话，里面应该是一堆蜂蜜块啊。黏呢、欸。对呀、哦，超黏的。怎么了？我还需要做虾米，可以想要彩虹球吗？你如果要去忙，你可以先去忙了。那我要去，我不知道是啊，有我要去楼上。哪里楼上？我修补。哦，你家西郎哦。我在木。你在木？我没事。在木园。我在木园。啊，为什么我要？木人神怪了、哦，未来的那个走反了，走反了。看你未来的位置，对，未来睡觉的地方，神怪了。嘟嘟嘟，嘟嘟嘟，冲呀！这只猫还在，现在入团照只要998。啊，都那么有钱了，还要入教费、哦？收钱哦，哎呦，那只猫是免费哦。不行啊，那入教收钱的是团团啊，是师傅。那、啊、你没给过他钱啊？你没给过他钱呢、欸？哎、欸，没有，他好像他有给过我了。哦、啊，你现在都没给过他钱了、欸。之前都会给的。新的学生来给钱哦，所以我们要收更多的人。完蛋了。OK。你是不是想退 ？OK。这样师傅才会越来越富有。可是我快要穷死嘞、欸。快救救师傅！只要印第安纳琼斯。那我们出来收徒啦！我做个海报啊。好，你做哦。好。团团教收徒，入会只要998，有什么福利呢？有什么？墓园一座墓园，帮你盖好你未来的家，你未来将无忧无虑。哇！只要入会，你就有免费的墓园可以睡哦。天哪！要买要快哦，快哦！限量抢购哦，墓园位置有限，限量抢购哦。好会！天哪！而且他还会帮你消除你心中的杂念，你要将这些钱财交给他，你就能得到进化哦。哎呦，哎呦，这么高功夫！你想想，外面的人帮你这样去除心中的邪恶，你还要付钱给他呢。哎，好像差不多哈。对啊，你还是要你只是先付了而已、啊。给我、啊，对吧、啊？只是先付后付而已。好像没什么差哦。反正好处这么多，还不赶快入教啊！998哦。998，我可不可以要求？可不可以要求3200啊？刚好一单。那你可能要多一点，你可能需要再盖个温泉之类的。我以为你要回答你可能在做梦。你做梦比较快啦，这帮的。你可能要再盖个温泉，然后还有空中花园、空中游泳池、空中高尔夫球场。空中高尔夫球场那是要多大、啊？对啊，很大哎、欸，那真的很大哎、欸。而且附注你的球飞出去，都再也拿不回来了。天哪、啊！天哪、啊！解完任务、啊、被鬼爸扎到只有半颗星。哎，对耶，那个是自己开创造拿吗？奖励？是啊，对呀、啊，他几颗啊？我看一下，是30颗。然后我拿三颗，我就快不行了。白痴哦、喔，刚刚八只僵尸排排站啊，要求贵。排排站，排排站，给我冲过来，我这排站对呀、啊，所以我可以拿僵尸的钱了耶。我们有人那个还没打买彩票啊？应该有人没买啊？应该有人没买吧？我买完了、啊，没买了，怎么了？有你在算那个头颅？我刚才算对，一下，那么没买彩票亏哦。
尾哟。哎呦，不买！哇，我要出去了。我才打十三关呢、欸。你怎么啊？你的装备、哦、他没有带那个了。我没有带任何药水啦。哎、欸，我也没带药水，我也可以打到十七、十八。你不是充很多装吗，杰克？你怎么了？啊、我是攻速的啊。然后卡卡的就勾出不起来哦、oh, 对哦、啊、那个是一些问题、啊、没办法发挥屁呀、啊、丢了三组珍珠都没有出哦哦你要带抽吗丢丢好我去帮你耶头呜呜你要杰克你要去你要去打珍珠我身上没了拿一下哦哎、欸、你没翅膀哦好我看到了头放在哪里呀 啊, 啊你说谁的杰克的哦、这里这里这里，你的这箱子左下角左下角为什么没有对齐呀、啊？故意的故意的吗？哦好，左下角，还有你的、哦，你往看，还有我的啦，白痴啊，珍藏的、啊，珍藏款，你是偷藏人家的头、哦，偷藏我头、欸，哎天哪、啊！好了，我要去找雨月的，你直接去我箱子里面翻吧，他、嗯、有一个高斯牌是头颅的。可是我现在找不到去你家的位置、欸，在哈基家里面，我在有一个往下走的通道，哦、看到了。哇、啊，哦哦，你都分好类了哦。嗯，头颅箱哦。好，你 KTV 我 ，KTV 我，对、欸。然后给你头颅箱。是在中间排，在中间排，你就丢啊，对吧、啊？丢里面啊，上层、欸、中间排上层，是有声音的，我看到了，没事，对不起，对不起，有了，今日不宜，你要死了，抽不到东西啊！对、欸，隐约这样分类超级有，像在玩模组生存。哎呦，那怎么上去啊？嗯。今日不宜鉴定，为什么不宜鉴定？鉴定不出什么东西，对，是很难了。我让你永远封存在箱子吧。啊？哪里不鉴定？我帮你鉴定好不好？我鉴定完的呀、嗯。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还是我帮你看一下啦。帮你看一下好不好？好，给他看，给他看，给他看。好。鉴定轻盈吗？你等会儿，我回去找药水。哪一个？哪些东西？我听到好多砖，你要扯吗？对，后面的吧，就是哎、欸，好像是两件衣服，然后两件裤子，一个，然后两个鞋子。对啊，杰克就说啊，这都没用啦，这一件我帮你收起来。这个没用，我帮你丢一丢啦。他等下是真的没用。我看一下啊、哦。哪一些？其实我看不懂你到底是从哪里开始摆的，你知道吗？右边，你看右边的两件衣服，跟右边的两件裤子，还有右边的两个鞋子。啊，我都看三件好不好？哎呀，好，都给你看，都给你看，都给你看。我是帽子几件？还是帽子没有？帽子没有。再来抽四个。啊，抽吗？这衣服，你这个衣服是 Kobe 复制品吧？哪里呀、啊？哦，没有没有，没事没事。那有点心看起来一模一样，还好不会很烂啊，还可以啊。这件呢？加20%加速，然后0.01的速度不好吗？还可以啊，不错，还行吧。哪一件你放了什么？我正在鉴定啊！好了，我看一下，都没有这可以啊，两排攻击啊！好，下一个，有专业鉴定大师在呢。杰克，记得回去的时候要收一点、欸、那个鉴定费吗？对，收一下。看就知道没有什么那个。好，哎、拜。对，那个杰克，你说你死几次啊？今天没了。今天、嗯、还是你没死啊？他没有死掉，没有啊。我刚刚就只有打副本死掉而已，所以只有泱泱死掉而已啊、哦，一次。嗯、你刚好死掉一次吧？对啊，因为我太卡了，然后被蜘蛛霸凌。那个我先帮你写哦。好的，帮他写。你什么意思？我拿肌肉？这是木莲管理员吗？
对、啊、以后你们自己写啦、啊、我只是这次帮你们写而已。写你们的部分呢。啊我死了哇他、啊、完了管理员你要自己写一下管理员自己死掉了我天哪管理员哎冲杀了不好意思管理员自己被炸死哭了管理员用生命来告诉我们如果死了就会被写上去哦我刚刚晚上很尽力不要自己死生、欸、死不相签名我们的朱布林不会跟我们交易是不是气哦我们的朱布林什么意思就地狱的、啊、会不会是开防爆的关系、啊、因为防爆的关系吗那、你不是、啊、按右键的我们上次不是有交易过吗、欸、第一次进去哦哦哦要用右键我想用平常丢地上哦丢地上是防爆不行 OK 那个有打 BOSS 吗是幻术师哎呦听起来不太好打不好打嗯，还是继续找猪猪换东西不是很难丢太难丢了吧？我怎么丢不出来呀、啊？怎么这么难丢、啊？难丢也超难丢。等一下，我这几个钻石挖完，我就会过去。三吹吹，下一次要是我三叉戟太烂还是怎样？对，扣的鞋跟屎一样。三叉戟打起来真的超不痛。他只能来有人在家里吗？没有。没洋洋吧嗯我在二楼啊你可以去找他就是那个上面的、啊、上面任务区那边哎有回来了应该有封关了吧都封因为我太卡我不想随便乱走哎好请我过去了哦好怕怕蹦哦、啊、灵魂疾走的鞋子然后过去砍一下、哦、砍一下珍珠灵魂疾走不是只有交换才有吗对啊对啊、嗯、你记得换乔治哦哎哎出现了出现了刚讲 就出现了那个中间版中间版啊好笑好笑我刚你买了一本修补我要继续挖我的钻石买了一本对我买了一本修补哎呦他被打下去了打好远，我的老妈呀！这样。哎，那回去了。任务完成。完成了。去，哎。蹦。蹦。蹦回来了。蹦。那我要继续去挖矿啊。我觉得我挖矿赚比较快、欸，我现在已经挖了快两组的钻石了。我也觉得挖矿比较快。真的因为如果幸运跟效率都弄起来的话，其实真的很快。对啊，哇超快！但是你没弄起来的话，其实真的很慢。白痴哦、喔，死了啦！哇，说蛮死的吗？尖刺啦，白痴！我刚想说，我把衣服脱掉，发现鞋子有尖刺。哦，音乐，好，我等下就过去。哦、先我先去拿一些珍珠。哭死 ！QQ。那我回去拿命名牌，排期了，真是排期了，排期了。我先去扎一些珍珠。烦、嗯，小强你怎么死了？小强，小强，我要去，我要去打安德。我知道有尖刺，我刚找不到到底是哪一件有尖刺啊。他如果全部脱光，我是被他咬死哎、欸。问一下猴仙，那会死掉吗？什么好心啊？啊，那个月灵吗？还叫什么？会啊，会啊，会啊！哎、欸，我的话，我会想养一只那个、欸，幻魔者。耶！因为幻魔者的那个啊，那个蚊子也会冒绿烟。哦，好小蚊子，很小啊！这幻魔者你要去林地养哎、欸，给他拖回来啊！还好啊，对啊，养远一点嘛。然后你在它附近放满矿车或是木船、嗯，然后你的那个蚊子就会爬进去，就直接跳哦，听到了，就爆了。我讲给他听的啊，而且再还要跟哈基讲说，你凋零骷髅可能也要改掉了。嗯，哎、欸，奇怪，我刚刚没有等级，然后我一来就变34等哎、欸，是怎么回事？你刚那个显示 bug， 显示 bug， 我 bug，、嗯、因为我刚刚想说要对对对，没事没事，大家都知道。哦很失望哦好烦哦好烦哦给你讲话就这样这个东西我们前几集就有讲过的东西每次都有讲哦他
可是那样的话，不是我付东西还是可以付吗？不行，可以啊。可是他会上面显示不行啊。他显示没有等级的时候不行啊，你一定要等级回来了才可以。我等下自己丢一颗钻石。为什么？我想要游出去，游到一半我直接游出去，然后我就死了。你游去哪里啊？游出去。我游到虚空里了。为什么中介啊？是说用飞的还是用游？你在虚空游泳哦、喔？哦，你在中介游泳、喔。我游到一半就飞出去了。中介的那个水吧。哦。我的那个水，你不是有翘刺水？哦，对哦。哭啊！加油哭啊！加油哭啊！哭啊！哭啊！对哦，对哦，送你了。我的心好痛，下手拼酒。有人在上面的平台吗？就是没有没有没有，我在换那个命名牌。那我要回去拿敲刺。来等开奖。那我要回去，对不对？开奖，哎，队友送分了哦。那凋零等下次再放好了。酱油是在卖萌的概念。没有啊，可能他等下死。没有，我是四伤害。哇，敲刺哦。怎么我楼下这么多人一直来啦？怎么回事啦？你砍多少？百货公司不是吗？一二三，你们是小九了、欸。这样平砍一二三。嗯，最高速是可以达到多少？哦，185。我觉得我有点夸张。我都没有特别。我拿玉水剑而已啊，我跳砍393。好扯。砍180，我的没有那个、啊，我的都没有什么加攻击的。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这里玩，我只有70。要放副手？哦，因为我到了。哦，有了。哦，因为我这样回就305。蹦！雨月，这个是在玩魔族吗？啊，对啊，那个分类啊，就已经习惯这样子弄了、啊。哎呦！看一下，我把坚持整齐，这两个有尖刺的拿起来。好，不是你的杂物的箱子在这里，里面摆的很像杂物呢。杂物啊，杂是不是？那就是这边那个第一个空的，第二是有的，然后后面中间好几个也是空的，然后后面才又有一个这样子。快把自己丢死了！你会 TP 小雨再 TP 过来，在那边等。对，蹦蹦。排七，你回来补个血，然后再过去。排七，不要死啊！排七，活着啊！排七，排七，你要活下来啊！活下来啊！太难丢了吧？欸，超商店员，出来了，走啦！啊，出来了，我先上去，蹦！店员不理我，什么东西啦？在忙啦！店员在摸银啊！好假啦！这那个木头都没补啊，没货了啦！你自己去想，自己去进货啦。我怎么记得我上一次好像哪个箱子有放，还是在我的戒指盒啊？放，你要放什么？就我记得我上一次好像有稍微挖一些。哦，哎呦，啊卡了！哦，发现我们的。村子有不少地方有头颅，一回来就会卡。对啊，对，上楼的时候也会卡啊。有啦，这里阿纪，你要说你要多少箱木头、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刚看到一个木头箱，好像只剩不到一组的木头。他只是想要嘴一下而已。对，老板怎么都没有？老板要吗？进货的啦，好啦好啦，下次把它补满好不好？老板，好啦，老板。雨月，其他的就是烂掉的玉水剑，你要吗？可能这你要自己重置。可以，我可以重置。烂掉的玉水剑，你那个挖砖，挖砖、啊、不用钱，就直接给你交。哎呦，这么好、啊，被存下来，谢谢啦，感谢你。来啦，准备啦。哎，对了、啊，我要去拿票根，我再回去，拜拜。我票根在家里刚放着，我的票根好像在家里，大家刚刚都放着了吧？嗯。
好了，我是买零号啊，我是随便乱乱跳，我也随便。哎、欸、哎、欸，让我上去，我也随便上去。阿基，阿基跑这么远干嘛？没事啊，不知道怎么跑这么远干嘛？抓走，放、啊、往后了。嗯，从台七就是上啦。到底是谁？到底是为什么我不能把他弟传下去？嗯，为什么我卡住了？冲三回！我靠，是你啊？不是我，那是谁？啊、他的等级是什么啊？奖金将累积到下一个月，希望下次得奖者就是您。哦，快哦！希望下次得奖者就是您。哇，你们太快哦！扯了啊！下次我要弄那个，弄那个音效包有没有？那個、大家先装个材质包。好像可以哦。就只为了这一句吗？哦、我已经乖乖做好了。那、啊、为什么你不会回血了啊？对，我要去。为什么不会回血？你是满的啊？哦，我看着我的血没有满啊。你是缺半格吗？哦，不是，是缺半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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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血超多。我血多啊。啊，同学坐好啦，今天坐好了。网络出了点问题，下礼拜我再想办法看看。好，到时候师姐要找你们测试。好，今天到这边下课喽。下课。好啦，那个我应该再去修一下吧，先接个尾。好啦，好啦，感谢今晚轻松生存收看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啦。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好，我去修一下。哦，不用教我了，这个做很多事，只是。铁栅栏是第一次用了，因为用铁栅栏做上去的话，感觉比较方便。嗯，先打掉这个。不是啦，白痴哦、喔。做上去了不？白痴哦、喔，要死了，要死了，要死。死人！好啦，那下次轻松生存就是直接凋零的这个直接开张了啦。哎、欸，挖掉，挖掉，挖掉。臭阿牌。应该是没办法玩了，因为然后七点是要跟巧克力开台，
再等一下吧，做个地板门。我没有，因为主要是凋零的这个，看怎么做两个。凋零这个是第一次做啦，比较陌生，这样子。好了，就这样吧，先收拾收拾回去了。然后今天主要就是先命名嘛，命名好之后。不用平台是因为要叠太多东西，我不想叠，然后再改那个铁栅栏这样子。啊，有谁 ？TP， 你们应该比较安全。嗯。好啦，那感谢今晚真的收看啊！啊，刚刚那个我忘记那个什么点又是谁。又忘记是谁了，抱歉，每次还是记不起你名字。那先就这样啦，再收一次尾好了。服务拿下来。好啦，感谢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或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广告。